摆设啊，要站高一点，拿个椅子过去旁边啊，把椅子拿到旁边，让他放在椅子上。好，找到没？大家好，今天要开始介绍战斗图。开始录了吗？嗯。等一下。我们要介绍战斗图，一个是灵魂魔，这全部都是我们要用的，这三颗。现在马上开始对战，灵魂魔用这种发射器，然后呢，是我们用这种发射器。啊，你要看一下镜头摆的好不好嘛？等一下，我先把东西拿掉。所以给我射哦，平时哎，灵魂魔赢了哎，灵魂魔多转，好，灵魂魔我们先不要用，现在就是。我这一颗里面最强，好，开始对战，阿基里斯调高模式，你有没有调？哇，太强了！你有没有准备过来？现在开始用手转，然后阿基里斯，哦，阿基里斯爬起来，阿基里斯，我觉得好像有些。我灵魂魔一点点哦，哦，也暴力，还真的暴力。你坐在这啊？还暴力还在转。哈哈哈！没出去啊，平手再举，好像有一点点，只是灵魂魔一直动。调高模式，看我怎样。高模式零五还是赢的。哦，平低模式。
祭司，还是高魔师？先把它调好。比较强。像蛙哥一样，蛙哥，你为什么要讲呀？蛙哥，啊？很强吗？很强。蛙哥。好怂哦，怂爆烂。什么蛙哥啊？是不是？嗯。不是，我在问你，你要玩到几点？五点，好不好？嗯。啊？今天晚上五点，嗯，可以吗？嗯。平手哎，蛙哥还蛮强的。嗯。蛙哥。啊？蛙哥攻击。蛙哥可是攻击型耶。蛙哥零。灵魔打败，像我们先用灵魔来代替。灵魔是我这里面最强。你提升我的外套。我骄傲的蛙哥的灵魔很强哎。蛙哥，你的蛙哥。太行太行太行。牛魔赢了，一局就赢了，一局跟他拼。蛙哥攻击力超强，我蛙哥输了。看这种蛙哥，蛙哥好强哦！蛙哥平衡技巧哎。那个，这颗，那个。
强哎、欸，人家帮我制造出来的。哎、欸，他的攻击超强，砰砰砰，超会转，从哪里转往哪里转都可以。蛙哥，我第一次制造出来。出来的攻击型，它可以往下压，然后挖格，真的是一个挖格。哥就可以多转一圈，金蛙哥超级无敌棒，超级棒！看那边。停下来了、欸、总共有两只。对对对，坏人啊，好人，这是悟空的朋友。欧林那个正文巨神有多转一圈，可是持久力不够大，是精血的。我觉得这工具直接把它放回来，这样看看它能不能持久力更大。先把它调成攻击吧，
然哦，果然有鸡肉。杀掉，怎么可能在转？懂懂，我懂他吃。啊，摩擦在前面啦！摩擦嘞！对呀，直接被打。火星自己出去，谁看的？没有火星，他吸了一个小打。帮我尿尿。哦，快！三、二。看他攻击，等一下，我们先等一下。你拍完了没？那可以停了吧？啊？拍了，你到底有在拍吗？有啊。啊？你拍了20分钟了。